Yeah, and about those tax receipts, I want them sent back to the New York office by 5 p.m. And that's New York time. Got it. Okay, talk to you later. Oh, uh-huh, yeah. Yeah, about that meeting, so, uh-huh. Right. You finished?詹，我现在很忙，我需要去开会，所以啊，没有时间跟你。所以，啊，詹，你这么这样对待我啊！对你这种背后使寂寞的小人，我就得这么对待。我这是关心你们的婚礼，我真的祝你们幸福啊！那我得好好谢谢你。好，种子动口不动手啊！告诉你，我今天手脚并用，你等着啊！气死！跟我走，快点。 香干味精，啊不对，自罚一杯。你这中文都是跟哪儿学的？我让公司里的中国员工给所有的美国员工做一些培训，在生活中学习更加有实用性。跑到别人的妻子面前去诋毁她的丈夫，破坏他们的家庭也是你的培训内容？ 吃菜，喝酒，你不用害怕。这样，如果我真的害怕，你应该反省，是因为你太粗暴了。我说你不用害怕我的公司变得强大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。你怕杜总给我们加强投资，我的公司变得强大了，在竞争中战胜你，对吗？我觉得你这么做很幼稚。 你不愧是跟我一起工作过的好兄弟。你说的没错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在这个不公平的竞争中争取一些机会而已。不公平的竞争？切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可以更快地亲近客户，更好地拉拢员工，更多地占领市场。作为一个曾经在国外创业的人，所有的苦头你可都是尝过了。没错。 可现在，常苦头的是我。你当初进入了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，而我进入了这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。我要适应的环境，要学习的文化，都比你当初复杂了几百倍。现在轮到你轻易地带走我的客户，抢占我的市场了。杰森，我们的国家既然面向世界开放自己， 既然吸引和招纳你们这样的外国商人，就一定不会给你们设置任何障碍，更别说偏见了。你要知道，在这条街上，以前出现一个像你这样的外国人，几乎所有人都会用好奇的眼光去看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鲜，因为没见过。你看现在走在大街上，还有人这么围观外国人吗？还有人用这样的眼神去看你吗？如果有人看我，那就是因为我很帅。 你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，因为它有着灿烂辉煌的过去，所以它现在有着足够的魄力，迈出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。从它向全世界打开大门的那一刻起，它的脚步就注定了与时俱进，永不停歇。开放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更不是一种姿态，那是由内到外的自信。我们有这样的胸襟，能够接纳你们过来开拓市场、寻找商机，就一定会给你们提供 公开、平等的机遇。你不能把我们两个人想象成两条在抢食的小鱼，这里不是鱼缸，这里是大海，是广阔无垠的大海。你与其把精力放在提防我这儿，你不如好好想一想，怎样让自己变得强大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互不伤害，共同发展？ 这好像是不可能的，这完全有可能，因为这里是中国，一直生产奇迹。Cheers, my friend.
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你们回去自己练习，下节课分段排练。起立。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艾老师，艾老师，哎，我听琳琳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？哦，不用，我没事儿。我看你脸色很差，应该是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吧？可能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。哦，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，要不咱们去学校的咖啡厅吧？行。好，走吧。赖老师，赖老师，是不是肖战跟我达成合作协议之后就不再来学校了，所以才令你感到不快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没来之前，我也一直这样啊。好，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已经很清醒了。艾老师，琳琳很喜欢你。啊，这我知道。这段日子，琳琳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很久没有看见她这么开心过了，尤其是提到你的时候，她眼睛会发亮。哎，这让我很感动。这让我很欣赏你。谢谢。上一次是因为我说话太直率了，所以才令你感到不快。我向你道歉。哦，完全没有必要。上次的事情我都已经不记得了。可是你过得很不好啊。我觉得你心里缺失了很大一块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肖战，还是因为其他人。我想。我可以替你把这块填满。杜先生，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说话的方式，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。我总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，可能是我觉得时间太紧张了吧。艾老师，我就直说了吧，琳琳很喜欢你。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跟你相处，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。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。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父亲，我能给琳琳的爱是不完整的。我不敢说我有多么成功，多么强大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，完整的家庭和体面的生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有在事业上的支持。我觉得我可以替你完成你未了的梦想。杜先生，您错了，恕我直言，我大概猜到了您跟琳琳母亲产生分歧的原因。你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看成是可以交易的数字游戏，当然在您的领域这可能是您的制胜法宝，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一条价值理念。难道这么多年就没有人对你的做法提出过质疑吗？我承认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，所以你会把这一套做法看成是你的真理。但杜先生，我说句不该说的，千万别这样，尤其是面对感情方面。算了，可能是我们话不投机吧。好，我以后不再提了。我只是，啊，你
您放心，我喜欢琳琳，也会继续帮助她。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应尽的责任跟义务。哦，告辞。爸妈，你们慢吃啊，我吃好了。嗯，怎么就吃这么几口啊？哎哎，媳妇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就是工作上的事儿了，太累了。嗯，你别说他了，我也累，我还没什么胃口呢。没事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嗯，我看他工作起来是不要命了，更别说要孩子了。妈。你可别天天的这孩子长孩子短的啊，这无形中制造的压力啊，非常致命。你更别说要孩子了。我还不是为你们着想啊啊！你们都多大了呀？在一起都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孩子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谁有毛病啊？要不要到医院？你这什么话呀？谁也没毛病，都好着呢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在美国那会儿啊，我们确实都忙着自己那摊事儿，就压根儿没往这方面想。你说我跟他多少年了，这不才回国想起结婚的吗？是不是？你放心啊，进度条以后一定会加快的。什么进度条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孩子的事儿呢，你跟我扯那些乱七八糟干嘛呀？进度条都不知道，让薛老年大学还不去呢。我。给你们老肖家要孙子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别拌嘴，别拌嘴啊！放心，孙子一定会有的，没准还能再添一孙女。少跟我打包票，你光说不做就是放卫星吹大牛。哎，北斗航天卫星咱们是有了，放卫星可不是吹大牛。哎，不堵我几句你就吃不下饭是不是啊？啊，总是这样，够意思啊。嗯。你看看，不饿呀？没吃两口就跑了？我没有资格吃饭，我得好好反省一下。哎呀，反省好，反省使人进步。但也得吃饭呀。我要是早点听你的话，就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了。你这话怎么说的？这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啊？我是真心的，你早就告诉我不要跟好朋友一起做生意，不要跟熟人开公司，不要跟至亲的朋友产生任何跟钱有关系的联系，我就是不听。现在我算大彻大悟了。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至理名言，血泪教训。不是你这又跟公司谁闹掰了？十一啊，还是建国啊？全部。打击面这么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十一哥。咱哥俩好久没什么聚过了，嗯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把你灌多，要不然小青回去肯定骂我。哎呀，你说咱这哥几个也真挺逗的，你说国外日子过那么苦的时候，哎，三天两头能见着，有时候还挤过一间屋子呢，是不是？回来日子好了，倒显生分了。想回到以前啊，其实也挺简单的，没准再过几天啊，我就和以前一样了，得去你家里边蹭吃蹭喝蹭住。不至于。你现在一大老板，你干的又是政府扶持的新项目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至于，至于，至于。我之前啊开了是家旅行社，那说倒就倒了无所谓，遣散些员工赔点钱都行。现在倒了呀，就是公司了。那公司一倒，公司里边的人都得跟我跳河。搞研发的就这样，你前期投入大是吃力一点，哎，但是后期回报高啊。你哪一天有了成果，一夜之间市值真的几个亿啊！
你再多了重过也没用啊，你那个败家媳妇不卖，她全白搭呀。哎，你说谁败家媳妇儿？谁败家？我说谁败家媳妇儿。哎，但是他败的不是你家啊，他败的是我的公司，和你没啥关系。他要是败你公司，你试试，你还有这个闲情雅致能出来和我喝点酒？嗯，你说你这张嘴呀，哎，我得替我媳妇儿解释两句啊。他是这公司董事长，你觉得他能眼睁睁看这公司垮吗？他是眼光放得长远了一些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鼠目寸光，见钱眼开呗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小展，你就是一个重色轻友之辈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初你公司缺钱的时候，你那是想尽了办法四处找钱，现在轮到哥们儿这儿了，怎么着？就是因为哥们儿没顺你老婆的意，你就告我，你这个钱不能要。你拍着胸脯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有你这么当兄弟的吗？兄弟就是兄弟啊，老婆就是老婆啊，这在心里的分量就是不一样呗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啊！来了，你就说是不是？别动不动就举呗。婚后的日子是不是过得特憋屈啊？嘿，你这千年老光棍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啊！哎呀，这你不说我也都知道。就看着你那脸啊，天天就是有苦，有苦你就叫出来。你小青的控制欲可不是一般的强啊。这个收购方案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。如果十一哥再继续这么闹下去的话，只会闹得我们全公司上上下下人心惶惶。你必须帮我想想办法。现在问题是什么？你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要维持一个公司运转要花多少钱，十一他是真没辙了。我知道呀，我知道这个公司运转需要花很多钱，但我们也不能什么钱都要，更不能什么钱都赚吧。哎，我这么说吧，换成是你啊，你的公司需要赚钱，那你会把那些假冒伪劣商品放到你的网站上去卖吗？你也做不出来吧？我跟你说，这哎呀，这就不是一回事儿。你们俩不能都拿我公司说事儿吧？我也不是看热闹的。那这样，这事儿我不管了，成不成？不是我开玩笑啊，我肯定管，我必须得管，而且我得管到底。你看，你先坐下听我说，啊。经过我的分析，目前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啊，你先接受这个收购方案。哎，你具体的收购内容大家可以再协商，是不是？你包括这个 Z16 的使用权，你包括将来研制的药品咱们走哪个市场，大家都可以再谈。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？一，你解决了十一的资金困难；二，你这董事长虽然保不住了，但是你挣钱，你包括你这完全的掌控权，你都跑不了，没问题。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意思也是让我妥协，是吗？这就是你的办法。他们不理解我的想法，你也不理解我吗？我赵小青出国留学，我为的是什么？我不是为了当这个董事长，我做公司去赚老百姓的钱，我回来就是想做我们中国的原创药。开发区给房、给地、给政策、给奖金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做出自己国家的新药创制。现在倒好，我刚做出一点成绩来，你们就满世界去叫卖。我想为我们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做点事情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我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我不是资本家养的母鸡，我不想靠这些下蛋来卖钱。完全没有那个意思，是我没表达清楚，我就是头脑一热给你，我说我瞎分析什么呀？不是，老婆，你不是母鸡啊，你也不用下蛋，要下也轮不着你下，我这只公鸡去下。你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我就都要坏那十一，非得让我喝两杯，喝完两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我出什么馊主意跟这儿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肯定给你好好想个办法，你放心，办法肯定比困难多啊！你别哭，别哭，你哭了我心都碎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
你必须帮我想办法，知道吗？必须有办法，你放心吧，啊！哎呦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都在呢啊，没事没事。周医生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。有事吗，艾小姐？我最近状态很不好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想要重新开始治疗。晚上睡不着，但是我醒着吧，又不知道干什么。坐会儿，咱就休息吧。我说，你这样搞，我也不敢坐，不敢躺的。你要是累了，你就先睡，我实在睡不着。哎呀，你说在外边吧，十一说我重色轻友。哎呦，我这回来吧，你又觉得我这不够理解你。哎呀，我也冤枉，我受了加班气。没事儿啊，你要是觉得你特别委屈的话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自己来想办法。不是那意思呀，不说了我要管到底吗？哎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又有个新的思路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哎，我觉得你的想法可能有点偏差，因为你是想用感情牌去解决问题，这样不切实际。十一啊，他暂时可以念及旧情，不提售后的事儿，但万一他情绪一波动，又把这事儿提起来，这反反复复的，不就没完没了了？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呀，这些大道理说起来多简单呀，是吧？我现在是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去接受这个收购方案，可是如果我不接受，那就面临是我跟十一哥在公司里面继续闹得不可开交，没完没了的，这就是问题所在呀。我没说完呢，所以说啊，那既然是公司事儿，咱就公事公办，谁也别夹杂个人因素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要提到董事会表决吗？那就由董事会来否决这次收购，这样对公司其他员工也有个交代。董事会一共五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反对收购。哎呦，老婆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公司股权占比最大的呀。只要有一个转向你这边支持你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问题就是没有人支持我呀，就连陈教授，他宁可放弃，他也不支持我这一票。我现在在公司里面，这叫众叛亲离。你陈教授是学校代表吗？是啊。那他要是否决了，他是代表学校还是代表个人？我还是有点用的吧，是不是？老婆，可别再说什么我不理解你这种话了啊！我一听真的心里特别疼，你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支持你的梦想的，是不是？你听我说啊，全世界的人都背对你的时候，我一定是那个面对你的。只要咱俩在一起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那睡觉吧。我启动点什么？行，那我就洗漱。赵教授，你放心，学校一定支持你的决定。谢谢。如果需要，校方可以收回对陈教授的授权。董事会开会表决那天，由我作为校方代表出席会议。啊，这样就太好了。我知道学校为了我们公司的运营和研发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应该的，虽然我们不能太酸腐，真把钱说成是不能沾不能碰，连提都不能提的阿杜，但是知识分子的风骨还是必须的。研制中国原创药的希望就得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。您说的太好了，谢谢您的理解。分内之事，不足挂齿。我几次开会，市领导都再三叮嘱，
让学校一定要配合你的工作，为你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。程校长，我知道，就是受到大家太多的照顾和关爱，所以我才一直都不敢懈怠呀。您放心，我会尽快找到 Z16 最有效的金型。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嗯。那陈教授那边，老陈啊，我会把道理跟他说明白的。好。所以说啊，还是老姑你有办法。我现在公司里面又多了一票，股权占比呢也是55%，肯定是赢定啦。你啊，别高兴太早。你这是在董事会上赢了他，属于股权上占有一定优势。你只有人心向背，才能决定最后的赢家是谁。人心向背，什么意思啊？只要内心希望被收购的人占多数啊，你这公司就不会消停。你今儿投票赢了是吧？你看过不了多久，新的收购案就会被提出来。即便你用股权优势一直否决，但你最后会落一个一意孤行、强势霸道的名声。你说公司人心没了，董事得罪光了，你还能安心做实验吗？这公司谁来管啊？那我现在这样也不行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起码得让十一知道也有人支持你啊，至少那人不比他少，这样他以后就不会有再次向你发起挑战的底气了。对啊，我必须让十一哥也明白这件事情，我在公司里面的坚持也是有人支持我的，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，是不是？那可是问题就是公司里面还有谁会支持我呀？薛老板，你的意思让我说服薛老板啊？你跟薛老板有交情吗？我平时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待着的呀，除了开会，基本上没碰过面呀。那不结了？十一跟他的交情比你想象的还深呢，而且这个人呢，他一心就想多赚钱赚快钱，你根本没戏。你现在身边啊，其实有一个，你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我身边有吗？谁呀？建国呀。这怎么可能嘛？那十一哥跟建国的关系，那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人。正是因为他们俩关系铁，你才更要把他争取到手呢。你找一个比十一跟他关系更亲密的人去说呀。还有谁比他们俩关系更亲密啊？想想呀。苏丽娟。这是你想的，我可没说。小青进来，随便坐啊，我去给你泡点茶。家里收拾得好干净啊！哎呀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家里没茶我都忘了买了，我去给你倒点水啊。你别客气，我就喝水就行。你建国上大学的样子好可爱呀，你看。都是多早的照片了？哎，别看了，照的丑死了！来，喝点水。谢谢谢谢。怎么回事啊？都有黑眼圈了，没睡好觉吗？啊，最近家里一堆烦心事儿啊。怎么了？我们家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建国家的大叔大舅二大爷，简直就是个无底洞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？老家的亲戚呢，是觉得我们从美国回来了，对吧？我们在美国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以为我们囤了一车批的美金呢，变着法的来跟我们要钱。我跟建国呢，你也知道的，以前还好，还说是借，后来直接把我们俩当发工资的，每个月来要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啊，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对老家这些亲戚太纵容了呀。我觉得也是，可是建国非要撑这个面子，他总觉得自己当初是老家第一个去美国的，走的时候所有人都羡慕得直流口水，现在回来了，让人家觉得混得还不如人家。丢不起这人呢，嗨，我也没什么资格说人家，他对我们家亲戚更纵容，说是怕人家嘲笑我，说去了趟美国那么久，回来还嫁了一个没本事的男人，所以，你看，咬着牙打肿脸充胖子呗。这种事情就应该一开始就跟他们说清楚了呀，老这么要面子，
这不是个事儿啊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了。爱情，你今儿过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。凭什么我来找他呀？你好，我找一下刘侃。你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啊，你就跟他说艾薇来找他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，刘总不在。不在？啊，那我去那儿等他。哦，小姐不用等了，刘总去美国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他去美国了？对。那他具体哪天回来你知道吗？小姐，我可以先给你做个登记，等刘总回来了再和你联系。不是，是这样啊，因为我打他的电话现在打不通，那你可以把他在美国的号码给我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刘总的电话号码是个人隐私，不能随便告诉陌生人。陌生人？你就给他打电话，你就跟他说是艾薇，艾薇来找他。如果您确实有事的话，可以和他的吴秘书联系，吴秘书再来决定你们是否可以直接沟通。不是，他秘书不是姓王吗？什么时候姓吴了？哦，这个吴秘书啊，他是刚从美国招聘回来的高材生。女的？当然了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需不需要留个电话号码？等刘总回来再和你联系。哎，我知道建国这件事儿确实做得不太妥当。那我问你，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你喜欢吗？你会开心吗？你们表面上对外面说你们过得多好了，多有钱了，可实际上的生活是这样吗？建国他现在想赚快钱，不择手段赚回来的钱，你用得心安理得吗？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。小青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我们两个现在就像是在温水里煮的青蛙一样，知道吗？就这么熬着、耗着、等着，稀里糊涂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现在连孩子都不敢生，你知道吗？那既然不想要现在这样的生活，你就应该尝试去改变它。你清醒一点，你主动一点，你跳出来呀！我能吗？你能。你说了，建国是因为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，那你一定有能力再让他变回原来的样子。说是回头见着小青得多尴尬呀、啊！你看见钱尴尬吗？那我肯定不尴尬呀、啊！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啊！正好想找你呢，过几天就是例行会议了，到时候呢我会提供一份新的收购方案，方案的细节呢也一定是我和董事会成员一起商议的，所以到时候希望董事长呢能多多指正。太好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现在咱们聊点私事儿吧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咱们什么时候一起吃饭呀？我们一起吃个饭。苏丽娟不是要回老家吗？我们不应该为她送送行？回老家？你老婆？不是，我不知道啊。你老婆要回老家，你不知道呀？我看看你。坐会儿。我还有事儿。哎呦，那个老婆，我发现你穿这个
白的好看，特别显身材。这怎么好好的，突然想起了要回老家了呢？我现在能叫好好的吗？一把年纪，孩子都不敢生，生不相人，嫁不相亲。哎呦嗨，这为这事儿，这咱们都商量过多少遍了？等回头挣了钱啊，再生一个儿子，再生个闺女。你别再说这话了，行吗？你这话说了多少年了？你说了多久，我信了多久？我现在连我自己都骗不了我自己了。你也不用留我，我走了对你来说也是好事。您呢，可以安安心心赚您的大钱啊。你走了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我还回来干嘛？回来继续跟你这样不痛不痒的耗下去，耗到七老八十，成了无儿无女的孤独老人。那怎么能是孤独老人了呢？娟儿，现在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啊，我占了15%的股份，现在已经有公司答应要收购我们了。回头这个钱一套现，得是多大一笔钱呀？这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啊，就几天时。你不说公司，我还不想提。孙建国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公司有什么可丢人的呢？啊，你为了自己的痴心妄想，你糟践人家的研究成果，而且要是别人也就算了，那是小青啊，跟我们从美国一路走回来的朋友们，你好意思吗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啊，这公司是他一个人的吗？这公司一开始怎么有的钱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跟十一把所有的钱都垫在里面，每天晚上出去陪这个喝陪那个喝，求爷爷告奶奶。再说了，啊。公司的材料费、物料费、人员工资费、房租，哪个不是我们垫的？如果不给他钱，就他还搞研究，他搞个屁！他搞钱钱钱！你现在就知道钱是吧？你脑子里现在除了钱，你还有别的吗？啊，你害怕花钱，你当时就别投钱呢。你投了钱就让人家卖成果，你这跟巧取豪夺有什么区别？娟。我错了，好吗？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好不好？不可，你也不仔细想想，我做这些，我为什么呀？我不也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吗？为我是吧？先为我，那我现在走了，你就不用为了我了。不是，哎，娟儿，怎么说急就急啊？有事儿好商量，这么冲动呢？我一点都不冲动。我觉得这些年跟你在一起可笑又可悲，你口口声声说要给我家，给我安稳，给我幸福，可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往相反的方向努力。不是，哎，你说你家谁来我不安排，哪个亲戚来借钱我不给，我还不够爱你吗？你这是爱我吗？你是爱你的面子吧？不，当然不是啦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照顾我那些狮子大开口的亲戚，我得到安稳了吗？我得到的只是他们继续理直气壮的来要钱。你在你亲戚朋友面前吹牛拍胸脯，给他们送钱送东西，我得到幸福了吗？我得到的只是自己省吃俭用，连孩子都不敢生。娟儿，什么叫孩子都不敢生啊？你想过没有？我们现在可以要孩子，可是你想过孩子到这世界上来会是什么样的条件吗？我不想再让我们的孩子跟咱们一样，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。不希望我的孩子像我孙建国一样窝囊。娟儿，我们的孩子应该上最好的学校，应该得到最一流的生活条件。等到有一天他从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毕业的时候，我会让所有人看看，这是我孙建国的孩子，我会让大家都看到。哪来的大家呀？啊，小青会来吗？肖战会来吗？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出卖朋友，逼朋友做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向东知道了会来吗？美红知道了会来吗？我跟你说，真正的朋友一个都不会来，来的只有你用钱买来的那些势利眼亲戚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有一天他们要知道你只是假装有钱的事情，他们会怎么样？孙建国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清楚啊？咱俩从美国开始就在一起，其实真的我每一天我都在努力，我
特别想让你过好特别好的日子，可我怎么没用啊？我真的特别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越努力越让你过最苦的生活。你不知道为什么是吧？因为咱俩一直在追求那些已经得到，但是却不珍惜的东西。这么多年，咱俩就像是闭着眼睛在原地兜圈一样。这就是小青对咱俩的总结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啊，可这日子不是咱两个吗？那小青说的就都对呀。娟儿，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，简直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建国，你总说要给我安稳，给我幸福，可是咱们只要放弃那些虚荣的念头，享受现在粗茶淡饭的每一天，不就是安稳和幸福吗？你当时在美国就说要给我和孩子一个家，可是从咱们回到这儿的那一刻开始，不就是回家了吗？这里不就是我们的国，我们的家吗？你说咱俩的孩子在这儿成长，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？我们不也是在这儿快快乐乐长大的吗？不是吗？Everything we dream for， 像零星的萤火。